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阿们。这个经文非常的简单哈，盼望弟兄姐妹在预备听讲道之前呢，我们先开心的以喜乐的心、感恩的心，好不好？来跟我试试看哈。要常常喜乐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要常常喜乐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要常常喜乐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在基督里所行旨意，不住地祷告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不住地祷告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不住地祷告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在基督里所定旨意，凡事谢恩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因这是神的旨意。在基督里所定旨意。阿门。